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主线再见匹诺康尼34级金表超1000星穹铁道 2.3 版本更新完新增任务再见匹诺康尼云帆归心退房匹诺康尼星穹铁道 2.3。这边是 2.3 版本的新开拓任务啊，再见匹诺康尼，然后这边点任务追踪，传送到上面这个传送点，跟着任务追踪往前走，前面上楼梯，走上楼梯，然后呢，跟着任务追踪一直走，这边第二个房间开门，好的，然后咱们来跟三月七对话，这边选出发去找大家吧。好了，发完对号之后，来跟着任务追踪走这。先按一下这个电梯，然后呢，这边跟着任务追踪走这个三个 NPC 对话一下。好了，对话结束了，来跟着任务追踪往上面走，前面来开个门，前面再进一个门，然后来跟着任务追踪来到光点位置，开始会谈，把这边过完对话，再来旁边这个吧台找到书望对话，这边选择来调音，开始之前这边选不必了，开始吧，好，都听你的，然后后边的就随便选，然后这边来跟着左边这个步骤跟着走，大量冰块，然后这边他写什么你就加什么就行了，按照他给的顺序加，然后他要什么苏打水，这边他要搅拌，下一步，然后这个柠檬完成就跟着他的这个提示来就可以。好的，对话结束之后再跟输入进行对话，对话结束之后动着跟鸟对话，好，对号完之后来跟着任务追踪走，前面进门，我们继续会谈，开始下半场。好了，谈判结束之后来点任务追踪跟着走，这边进两个门下楼梯，再进一个门跟托帕对话，对话结束之后来跟着任务追踪走，这边我们要从这个眼前这个大房子的两侧进去，就左右两侧都可以进到里面，这边都是有门的，对面有个门，好的，然后这边我们来东南方向，一图右下角右前方这个楼梯往上面走，对了，这边过了一个对话，过完对话之后我们这边上楼，上楼之后来朝着我们的北方向，地图上方朝这个方向，我们右前方这边能看到有一个宝箱，旁边站着一个金色脑袋的人啊，旁边是我们这个开拓者，靠近我赢了，然后这里获得一个成就，然后我们再跟着任务追踪这边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出来，然后进入前方这个门，进门之后往楼下走，下到最底层继续出发就行，跟着走就行，好的，获完对话之后来跟着任务就是边我们上楼梯，走上楼梯视角左转再往上走，再往上走，走最上方这个楼梯进入这个门里，然后跟着追踪走就行，跟这个旁听一下，好了，然后咱们这边进入了这个消消乐啊，跟着指引点这个草莓，好的，然后这本迷来把最下面这个猕猴桃来往上面挪，然后再把最下面这个猕猴桃来往左边挪，然后再把这个最左边这个猕猴桃往下面挪一格，然后这边出现一个带箭头的草莓，把带箭头草莓下边的这个蓝莓跟左边的草莓换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，
14滴血直接把对面打掉。好的，对好拖完之后呢，来跟着任务追击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出门，视角右转，进入这个蓝色的门，进门之后往下面走，跟你的任务追踪走就行。这边兑换一下啊，兑换结束之后再跟着肉追踪走，这边应该左右两侧都可以进门，爱兑换，然后这边来跟这个奥克兑换，意味着什么？我在这边兑换结束之后来打开染衣图传送到中间的这个传送点，中间这个回去问问吧。传过来之后跟着任务追踪走，这边进入这个房间。好的，这边过完对话之后来南方向地图下方右前方这个楼梯往下面走，走下楼梯，然后前面进门，来跟着任务追着往里面走，进前方那个蓝门，再往里进，然后走到进场室电梯这边，哎，走过去走。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？电梯这里，我们先往一层按一下。好的，出来之后呢，跟着任务追踪，就在这个台阶上面。对话之后呢，在眼前这个床上面来等待开始。好的，这边对话结束之后，我们要去找这个花火放的炸弹。然后现在我们站在剧情结束之来台系列方向地图左上，我们要右前方这个窗口，这边有一个花火的娃娃调查。好的，找完这个之后来东方地图右边朝这个方向走，哎，前方能看到有一个人群，站到人群旁边，站在人群旁边的他摆方向地图上方，哎，我们右前方这边第三根柱子后面，这还有一个花火的娃娃，第三根柱子后面就这个窗口这个位置。好的，这个对话结束之后来给图上那方前方进门，进门时候顺着楼梯往下面走，顺着楼梯下楼，下到最底下，下最底下的门正前方这边有一张白色的桌子，在这个白色的长方形桌子对面这边是一个划火的娃娃，来调查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娃娃解决之后，北墙墙上方来前方这个门，就我们楼梯正上方这个门这边进门。进来之后前方再进一个门，第二个门进来之后来西北墙墙墙上角桌子上面是一个，调查一下。好，这搞定之后来北方地图上方，来我们前方二楼左侧这个蓝色的门，来往这边走，上楼梯，上到二楼，然后左侧这个门进门，进门之后来东北方的地形上角，来我们左前方这个操作指针中间这边还有一个，来调查一下。好的，然后现在我们来打开地图传送到最底下这个传送点，然后来跟着你的任务追踪走。好的，看完这个烟花之后呢，我们来跟着任务追踪，来跟这个光点门对话，这边一共三个啊，自己跟着追踪就可以了。好的，三个对话结束之后，最后来跟这个米哈伊尔道别，和黄泉做最后的对话，进入车口雷点任务追踪，回到星球列车。好的，回来对话，对话之后呢，来跟着任务追踪继续走。没想到了，然后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